你又要去见江先生吗？我答应他一起去警察局做笔录。你打算去那里说是婶婶做的？这等于是亲生母亲毁了我的养父母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你诬赖我儿子是犯人就算了，现在还威胁他。你快点说，这笔钱哪里来的？啊，黄梦流通，黄梦泉社长给我的了。我需要您解释一下这笔钱的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东森戏剧台《微笑吧，纯男》。